经理，你看哈，这个车子给你修好了，这就是你的。这怎么可能是我的车子？我之前车是白色的，这都变成黑色的嘛。哦，我给你修好之后哎，去把这个车子洗了一下，谁知道这个车子掉色，它就成黑色了。这我之前车子也这么大呀。那可能是前两天下雨，加上哎，我把这个车子清洗了一下，它遇水膨胀了，是吧？嗯，哎，我之前车子只有两个轮子啊，这变成四个轮子啊，这怎么可能是我的车子呢？这不你车子哎，骑过来它是坏的嘛？我看这两个轮子它不平衡，于是我就给它加了两个轮子，把那个脚凳子啊、脚链子啊全部都给换了，它就成这个样子了，是吧？啊，哎。关键这个车子跟我之前车子这是完全不一样啊，这怎么确定就是我的车子呢？哎，经理，当时你骑过来的时候，上面是不是挂了一根红绳子？啊，对，是根红绳。啊，你看看是这根不？哎，有红绳子，是吧？这就是我的车子。哎呀，哎，这怎么还补一个位呢？哦，这个因为啊是我新买的，好吧，新洗的车子。好，非常不错。啊，你这么会修车，路可就走宽了呀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经理，那42期去办公室谈噻。哎呦我的妈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去办公室啊，走走走走。